民数记第八章，耶和华小玉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亚伦说，点灯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”亚伦便这样行，他点灯台上的灯，使灯向前发光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这灯台的做法。 是用金子锤出来的，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。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立辈人来洁净他们，洁净他们当这样行：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，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。” 洗衣服洁净自己，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，并同献的素祭，就是调油的细面。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。将立位人奉到会幕前，召聚以色列全会众，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，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。 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，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，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。立位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，你要将一只作赎罪祭，一只作燔祭，献给耶和华，为立位人赎罪。你也要使立位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，将他们当作摇祭，奉给耶和华。 这样，你从以色列人中将立位人分别出来，立位人便要归我。此后，立位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，你要洁净他们，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，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。我拣选他们归我，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。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。 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。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，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。我拣选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。我从以色列人中将立位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，又为以色列人赎罪。 免得他们挨近圣所，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。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便向利未人如此行。凡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。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，除了罪，洗了衣服。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，奉到耶和华面前。 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，然后立卫人进去，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，在会幕中办事。耶和华指着立卫人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立卫人是这样，从二十五岁以外。” 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，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，不再办事。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，谨守所吩咐的，不再办事了。至于所吩咐立位人的，你要这样向他们行。